是贪心的守护者，而我的任务是保护地球，驱赶黑暗。你真的是嘎啦嘎啦星球的王子？没错。不要相信他，他一定是魔法魔魔的化身。嘎啦嘎啦星球的王子怎么会出现在魔法森林里？我收到快乐之花的请柬，是要来参加小王公主的生日会的。真的是我们发出去的请柬。哦，你就是小王公主。慢着，为了保护公主的安全，我们绝对不可以相信陌生人。各位，是这样的，我走着走着，发现这座森林实在太有趣了，所以我就进来看看。结果我不小心迷路了，幸好遇到你们了。什么？王子也会迷路吗？对呀，王子怎么可能迷路呢？这座森林确实很漂亮，可是我听说嘎啦嘎啦星球的守护者个个都身手了得，你要我们相信你，你必须证明给我们看。对呀，我知道嘎啦嘎啦星球的王子拥有一项魔法能力是魔法魔法做不到的，那就是呼唤森林万物的能力。没错，只要你能让这座森林的所有生物都回应你，那我们就相信你是真的王子，他一定是魔法魔法的化身。好吧，我现在就叫大家我呼唤万物的咒语吧。卡拉卡拉，霹雳卡拉，天地万物回应我吧。卡拉卡拉，霹雳卡拉，爸爸爸，嘿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们只想保护你们漂亮的公主。糟了糟了，我的公主不见了。哎，你们都是要去小韩公主生日派对的吗？是吗？那就太好了。听说啊，小韩公主和她的朋友一起去探险了，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啊。你们知道她去了哪里吗？在这边吗？还是这边呢？这边，公主，这不是我的公主啊！告诉你们，我的公主长得可漂亮了。你们知道公主在哪里吗？在这里吗？这边呢、啊？这边，公主，你不是我的公主啊！我的公主到底去了哪里呢？你们说公主一直都在我的旁边吗？真的吗？你们没有骗我？真的吗？好吧，公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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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记得吗？今天晚上有场演唱会，你要不要回去准备了？公主，太好了，连忠心耿耿的守门者凯勒文森，你也来了。如果你担心的话，就守护着公主，让我们平安的穿越这座森林，找回公主的五份礼物。快走吧，公主！我小韩，我叫你，我小曼，我小齐，我小黄，我大雄，我排个队先。我们做好自己，需要快乐学习 ，Ready go go go，Ready set go。在一起，保护下新传奇。胜利，真的好开心，什么
回去。